雪人，还有雪。这是什么？巧虎冬夏两用睡袋耶。我要自己开船哦。姐姐，你跟谁在坐船呢？开船。你坐什么船？坐巧虎船。巧虎船啊。对呀，这是巧虎船。巧虎冬夏两用睡袋船。睡袋呢？睡袋。姐姐在做什么？姐姐在。姐姐在弄手机看。我也要这个，你要写这个字啊。你看的。金箔鱼。你看得懂吗？看得懂。他写上金箔鱼。小五冬夏两用睡袋。姐姐要上学咯。啊，我的被罩还没洗干净。还是你看姐姐的肚子。重复了，重复了。姐姐的嘴呀。姐姐，上吧，小姐姐，你要照电视才有用，那电来不及了。你看爸爸有这个字哎。爸爸嘞？爸爸嘞？真的？应该是这边。我托你姐。爸爸，你拿桌子给他吃啊。他今天吃很多哎。我变干净。他在咬吗？他在舔呢。姐姐，你也在干嘛？哎呦。不行哦，爸爸，不行哦，它会坏掉哎。生日？那爸爸生日吗？对。爸爸的节日。然后看葡萄啊。葡萄是哪一个月啊？葡萄。有啊。葡萄很久哎。葡萄是一耶。十一。十一呀。十一，两个一叫十一。好嘞。哦，一天竟然跑几落届，他都要。好了吗？还没吗？还是弟弟？弟弟怎么那么多弟弟？爸爸又一直弟弟。那、你不是说不要爸爸，那就是弟弟呀、啊？没有别人吗？还全部气球击破，这么厉害。
因为他累了，他要休息一下。你要跟弟弟讲，说弟弟你快点。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很有力气。生病，不然他就一直活活。哎，拜托，我们在下面这全部都是空的，哎，因为你怕他会拉肚子。不是，他每个都会。指纹大了。好香哦，要吃饱饭再喝啊。对呀、啊，吃饱饭再喝啊。姐姐，你的后盆讲怎么不见了啦？不见了，我后盆讲怎么不见了？你在那边玩，昨天不在那边玩，弟弟要丢下来，还有一只在找。那是他流鼻水吗？流鼻水。弟弟在做什么？弟弟在看啊，弟弟没有看镜头啊。嗯。弟弟没看镜头啊。你说上面的灯好暗。对啊，灯泡坏掉，要不要换啊？有，等一下你再换。好啊。你现在要拍几集？哦，弟弟，你要去哪里？好高哦，太危险了啦，好危险，下来啦，下来，你等一下，我怕跌。怕你跌倒了。对呀、啊，弟弟等一下跌倒了。会哭哭哎、欸。通通会哭哭哎、欸。嗯。你看，你这边可以弄伤。弟弟。弟弟在干嘛呀？我在看书耶。看书哦，是书哦。看什么书？快乐版吧。快乐版巧虎书。哎、欸，弟弟不见了，弟弟去哪里？弟弟想要去拿书啦。拿什么书？拿这个。哦，开心版的吗？还是宝宝版的？宝宝版的。哦，弟弟也喜欢看书哦，跟姐姐一样啊。立体拼图哎、欸。立体拼图啊、哦。在溜滑梯吗？是啊，就是公园溜滑梯。公园溜滑梯啊。对呀、啊。哇，那弟弟在看什么？这是小河马溜滑梯。小河马哦。哇，弟弟也好用功，弟弟也会看书哎。溜滑梯好大，小河马好大哦。小河马长高好大，小河马。小河马好大哦，溜滑梯耶，好荡秋千哎。那公园有椅子可以吃饼干。吃饼干。还有可以连喝饮料。那你看弟弟在看什么？他玩沙。
还有住骑滑板屋。他带个车车来，他想挖土机来用，他还要大卡车放在这，他还要沙沙放在这边，大卡车里面，大卡车可以沙放在里面，装沙子啊。对呀，可以装沙子哎。那沙子可以让把它掉掉，那沙子起又会掉，不立体拼图的书哎，妈妈买的新的书。掉下来了，是跳楼，跳楼的梯子真好玩哇！我玩去。是浇水才可以弄的。爸爸，是连浇水才可以弄的。对呀、啊。这也连浇水才可以弄的。